时候船很小，然后我哥啦，还有我弟啦，我们三个人都在船上，就是怕到下雨天跟那个台风天气，下雨天那个雨会滴下滴下落下来，那时候我记得才七八岁，然后风很大，然后我们几个孩子三个嘛，用那个被子裹着一团，躲在那个后舱那边，中午饭都没有吃，生不了火，因为那个雨下的那个灶台呀、啊，生不了火。记忆里面这个生活非常的穷。现在过得很幸福，物质各方面都很好，都富起来了。我哥的话现在是在经商，然后我弟的话他就是去收购一些那个海产品回来，那我的话就是在幼儿园那边上班，都有自己想做的工作。妈妈的话，我们晚上吃完晚饭可以陪她去逛逛，散散步，到那个渔民广场那边去玩一下，锻炼一下，那边晚上有时候我在跳操啊，老人家带去活动一下，身体也棒。